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期嘅生活调查团，我系 Sui。 嗱，大家睇下我呢两样嘢系咪觉得好精致同埋好靓啊？其实佢系而家非常之 hit、非常之受大家欢迎嘅香薰精油嚟噶。嗱，睇我左手边呢一样，其实佢系一种无火嘅香薰精油，只需要将一啲竹签插入去就可以随住空气咁去挥发啦。而右手边呢一样咧，就系、需要用火加热嘅。嗱，仲有一啲就放喺加湿器里面，随住空气咁去飘出嚟噶。嗱，我一隔住包装咁闻一闻，都发觉其实佢系非常之香，非常之令人舒服噶。参与生活调查团有奖问答，有机会获得又实用又精美嘅礼品。本期问题系：香薰精油通常会有边啲化学成分嘅隐患呢 ？A. 甲醛 ，B. 苯 ，C. EVOC，D. 以上全部都有。登录我哋嘅官方微信参与答题，睇完本期节目就可以知道正确答案啦。揸住问题同我哋一齐展开调查啦。香薰精油是指由花、葉、水果皮、樹皮等所抽出来的一种挥发性油，称它为精油，从具有香味的植物中萃取出植物精华，也是常讲的植物荷尔蒙。其实现在很多美容院都推出了一种芳香治疗法，又或者是精油按摩等等的治疗法，那都是通过一些香薰精油去完成这个治疗的。那究竟这些香薰精油是有什么治疗功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哋嘅调查员专门嚟到一间大型嘅美容养生会所，咨询相关嘅美容师，睇下佢哋对于呢种香薰精油系点睇嘅。其实很简单，精油的话，它主要是分为三大类，它的单方精油它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呢，属于我们的一个果实类精油，像比如说柠檬啊、甜橙啊，它属于挥发性比较快的。然后还有一款呢，就它的味道也比较好闻。还有第二款呢，就属于我们的一个花类精油，像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薰衣草呀，还有我们的玫瑰呀、茉莉呀，这属于花类精油。然后第三款呢，它就属于我们的一个植物根和叶的那精油，它的挥发性会比较低一些。每一款精油的它的作用都会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玫瑰，它可以增加女人的魅力，然后增加我们的一个情趣，它是每个女人的话都比较喜爱的精油。那像我们的一些有茉莉呀，就是男人比较爱的精油。然后还有说薰衣草的话，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一个睡眠质量差呀，可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睡眠，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比较镇定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的一个甜橙主要是属于空气新鲜剂一类的，那它是属于我们的一个高挥发性的，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比较镇定一些。单方精油它才能达到我们的一个帮助我们调节神经、帮助我们舒缓情绪、帮助我们睡眠的效果。当你是添加的或者是化学成分的精油的话，它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一个受损，还会导致我们整个情绪会更焦虑，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呼吸系统会导致没那么好。所以精油的种类是有单方和复方之分，单方就是纯天然的，而复方就可能添加了其他物质了，而不同的花类疗效都有所不同。这位美容师还告诉我们，精油不可以长期使用同一种，一定要换住来用。听完美容师的说话，看来这香薰精油真的有不少的功效。那我就决定上网买回几款销量最好的精油回来，看看它是不是真的那么坚持。今时今日的精油使用方法有很多，有直接吸的啦，有需要用按摩来吸收的啦，有冲凉的时候用的啦，还有一些是需要通过加热用熏香的方法来挥发的啦。没错啦， Sui 现在找紧的就是这种啦。大家你看看我手上面这三款精油，都是我在网上面买回来，而且销量比较好的，分别有薰衣草、蜜蜂蛾和玫瑰。今天呢，我们又请到一位志愿者魅力来和我们做一个关于睡眠的测试。魅力啊，你平时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就平时的话睡觉时间不长，然后也很难入睡，就是晚上一般躺在床上可能半个小时多一点才能睡得着，然后晚上也是经常容易醒，就是一天晚上可能会醒来两三次吧。那既然它睡眠是这么不好的话，我们就决定采用这一款薰衣草的香薰精油试一下。因为薰衣草啊，据说是有助眠的功效的。那这个测试呢，我们就交给身后面这个专业的机构去做。Sui 带着美玲来到了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睡眠医学中心，看看这里的香薰精油对美玲的睡眠会不会有改善呢？
医生你好，这是我的朋友美玲，她平时睡眠情况不太好，所以我想借这个薰衣草的香薰精油去测试一下她的睡眠情况可不可以有所改善。就是说我们要先看一下你朋友的那个以前的那个睡眠情况是怎么样子，我们先要做一个监测看一下，做完监测之后再用那个香薰精油再看一下，就是结果怎么样，然后再对比一下了。在测试之前呢，我们的医生会帮我们的美玲接上很多的电线，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进行得差不多了，我们就问一下美玲有什么感受。现在感觉怎么样？哎呀，现在觉得脸上好崩啊，绑了太多东西了，很崩，而且因为可能坐得比较久了有点困。现在头上绑了那么多电线，会不会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形象？我不想看到电视了怎么办？会后悔当时这样子？还行，我其实也很想检测一下我睡眠状态，因为一直睡眠不好，所以这次有机会也就是一个新的体验吧。那你平时睡眠上会不会经常发噩梦啊，或者有什么其他地方睡得不好？就是睡眠比较浅，很容易惊醒。就是睡醒会有觉得身体什么地方很痛之类吗？痛倒不会，就是觉得睡眠不够，每次起来都还好困的那种。那美玲，你今晚就在这好好休息一下了，我明天再来看你好吗？晚安。嗱，咁而家测试马上就要开始咯，我哋等美玲喺度瞓一晚，听日再睇下佢情况系点啊。好啦，瞓咗一晚，唔知道美玲寻晚喺度瞓成点咧？我哋一齐问下佢啊。美玲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就跟平时差不多，没什么两样。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舒服倒没觉得哪里不舒服，就是睡眠不足，现在还感觉困着。通过一晚的检查，发现美玲的睡眠质量真是挺差的噃。正常人的睡眠效率可以达到90%以上的，但是美玲的睡眠效率就只有70%左右。美玲啊，昨天真是辛苦你了，让你那么辛苦的在这睡了一晚上。还好。那为了帮你找到一个更加科学的助眠方法，我特地采用了这一款薰衣草的香薰精油。那希望你今天能睡得更好。平时有没有听过这种香薰精油啊？我以前也有听人说过薰衣草香好像是能助眠，但是还一直没尝试过就是了。那我们今晚就试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好吗？苏怡为美玲点上了这些号称有助眠功能的薰衣草香薰精油。薰衣草可以助眠，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这些薰衣草精油是不是跟天然的薰衣草一样有助眠功能就不知道了，等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吧。好了，又过了一日，不知道美玲在香薰精油的帮助底下有没有睡得好一点，我们一起去问一下她。 Hello 美玲，昨天晚上用的精油有没有睡得好了一点？我觉得没有更好耶，今天感觉更累了，因为那个香薰精油一开始点的时候还觉得那个味道挺清香的，但是感觉点时间越长那个味道越浓，反正那个入睡的时间反而更长了，反而更加不舒服了是吗？对对对，就昨天晚上睡得反而没有更好，我都想把那个灯熄了，但是就是为了实验，就是后面还是没熄掉。哇，如果咁睇嚟嘅话，啲香薰精油嘅助眠效果并冇传说之中咁明显喎。医生，我想问一下，我的朋友在用了香薰精油之后的睡眠情况有没有有所改善呢？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好吗？这个是9月27号，就是在用之前的，然后我们做出来的那个睡眠效率可以看得到，它是76.4%，就是睡觉还是不是很好啊。然后我们现在再看一下28号的。然后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用过以后呢，它的睡眠效率也只有74.2%，就相比两个者相，差不多，就是都没有明显的改善的。经过对比，美玲喺薰衣草香薰精油嘅帮助下，睡眠效果系冇任何嘅提升。我哋嚟睇下睡眠专家对呢啲香薰精油系点睇嘅。
我们作为医生呢是不建议他去寻求这些依靠这些香味香油或是像薰衣草这种香味的话来达到改善或缓解自己睡眠的这么个目的的。因为很多时候呢，如果说使用的不当，可能就会导致一些不好的后果。因为第一个，现在市面上的那些所谓的那些香油，可能这个在质量上的话，我们说会良莠不齐啊，可能你会买到一些只是一些具有这个芳香的味道的一些工业的一些合剂啊，那这样子反而对身体有害。第二个的话，因为刚才说了，这个香味的话，对一个人的这个睡眠的帮助呢有作用，但是很有限。你这样子可能会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你从而耽误了你这个去调理你睡眠的时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你时间越长，你的睡眠不好的时间越长，一个人的话对自己的睡眠的话他就会越焦虑啊，从而会你的随时你的睡眠的话会变得更差，失眠会加重。这就是我们要简单单的说，就是我们要科学的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第一个做什么呢？第一个，我们首先要作息的话要规律。第二个的话，我们要消除会引起我们这个睡不好的一些因素。啊，举个简单例子，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喜欢熬夜，尤其是像广州这样大城市。那么熬夜，它其实的话，它就是一个让你这个会容易出现睡眠不好的一个不良的一个因素。而如果说你一旦的话是出现了有这个睡眠不好的一个情况了，你想去改善了自己的睡眠，那你要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个建议你的话要去找原因啊，是什么东西、什么情况、什么因素引起的我睡不好。假如说我是因为自己刚搬了一个新家，周围的环境比较嘈杂，那我们就要想着我去消除这个环境嘈杂这个因素，我可不可以的话去把这个噪音源给消除掉啊。如果噪音源消除不掉，我可不可以的话让这个在自己家里的话，像例如装一些隔音玻璃等等去把它隔绝掉。这就是我们的找原因。好，另外有些的话可能是自己因为明天的话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呢，自己要想着明天的事情，思虑的比较多，这时候的话可能甚至会紧张，这时候的话会引起睡不好。那么这个原因就在于你的这个焦虑的情绪，那么你呢就要学会的话去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能够不焦虑，那你自然就能够睡得好。所以如果睡眠不好，都要从平时的生活习惯和作息时间上面改变，真的太严重的话就要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虽然呢通过实验我们就可以知道用精油来助眠效果并没有传说之中那么明显，可见现在市面上卖的大部分的香薰精油其实效果并没有传说之中那么神奇的。但是现在这么多贪靓的女性朋友就喜欢用这些香薰精油来减肥啊、去斑啊、美容啊，其实究竟这些香薰精油是安不安全又靠不靠谱呢？通过前面的实验我们就可以知道精油是极易挥发的物质来的，通过加热的方式它里面的芳香分子就会飞到去空气当中，我们呼吸的时候将这些分子吸入我们的体内，从而产生功效的。但是如果效果没有就算啦，万一它挥发的分子是有毒感的话，那我们吸入体内就很危险咯。调查员苏怡来到了专门检测室内空气质量的检测中心，来检验这些香薰精油会不会含有有害物质。老师你好。你好。我今天带了三款这种香薰精油过来，我想检测一下它挥发出来的香气会不会有毒，您可以帮我检测一下吗？可以啊。技术员会分别将这些香薰精油倒在这个精美的炉上面，再加少少水在入面，然后将蜡烛摆放在下面加热，再放入密闭的玻璃箱入面，接着分别接上甲醛试剂和苯试剂，然后各采10升的空气样本。刚刚检测的结果呢，甲醛、苯、TVOC 都有不同程度的超标，特别是甲醛这方面，有十几倍的一个超标。检测结果显示，薰衣草香薰精油 TVOC 含量是2600每立方米，如国家标准是0.5毫克每立方米。
而本嘅含量咧系0.31，国家标准系0.09毫克每立方米，超标最严重嘅系薰衣草香薰精油甲醛含量系达到1.31毫克每立方米，但按照国家标准，住宅嘅甲醛含量咧应该控制喺0.08毫克每立方米嘅，足足系超过咗15倍啊！嗱，我哋都可以见到，将采样出嚟嘅空气样本滴入甲醛试剂入边，系变成咗好蓝嘅蓝色。越南代表甲醛含量是越高的。那这样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吗？甲醛本对身体都是危害非常大的，甲醛来说会有引起急慢性中毒，然后降低机体的免疫功能。甲醛本和 TVOC 都是属于高毒性的化学物质，经常吸入和接触是会致癌的。通过检测，呢啲香薰精油都含有甲醛苯同埋 TVOC。甲醛同埋苯大家可能听得比较多，而甲醛嘅味道比较刺鼻，一般消费者可以比较容易辨别。但系苯咧系一种有强烈香味嘅液体，咁样加喺呢啲嘅香薰精油入边，就刚好可以掩盖到甲醛刺鼻嘅味道。而另外一种物质 TVOC 系影响室内空气品质污染中较为严重嘅有机性化合物。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买的不是纯天然的一种精油？因为市面上精油也分纯天然的，还有一种是复方的精油。如果我们用这种精油来减肥啊、美容啊，老师您觉得这样靠谱吗？精油它是属于化妆品的一类。既然精油是属于化妆品的一类，那么国家是明令规范化妆品不可以宣传医疗作用的。由于缺乏科学的验证和国家医疗的验证，商家宣传的美容、安眠、减肥都是属于打擦边球的行为，所以各位消费者真的要慎用这种产品。前面我哋调查嘅香薰精油咧，系通过用火加热嚟挥发到空气当中嘅。咁仲有一种系唔需要加热嘅香薰精油。依家好多嘅瑜伽馆啦、咖啡厅啦、汽车入边啦等等嘅场所都会放置呢种香薰精油嘅，因为佢系既香又美观。咁会唔会系经过加热嘅香薰精油先会释放出毒气呢？而唔需要加热嘅就会温和啲或者无毒呢？咁我哋前面就講到啦，其實唔單止嗰一啲用火去加熱嘅香薰精油係十分之受外美人士嘅追捧，仲有呢一種裝飾性非常之高嘅揮發性嘅香薰精油，都係十分之受我哋喜愛同埋歡迎嘅。咁有啲人咧就中意將佢擺喺屋企啊，或者擺喺架車度咁樣去一去味。究竟去味淨係散毒咧？我哋仲未知道，都係要驗下先知嘅。我哋按照同样嘅实验方法，将呢三种唔同嘅无火香薰精油拆开，分别放入到密闭嘅玻璃箱入边采样检测。哇！虽然实验结果仲未出嚟，但系我哋可以见到，加上咗空气样本嘅甲醛试剂已经变蓝色。单从呢点就可以见到，呢啲产品系有挥发出甲醛出嚟嘅。老师，这一次的检测结果是怎样呢？通过刚刚的检测结果，甲醛苯 TVOC 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超标，那最严重的甲醛已经达到有7倍的超标量。经过检测，超标最严重的是一款无火香薰精油，甲醛含量是0.63毫克每立方米，超标7倍左右；而苯含量呢是0.17毫克每立方米，超标2倍左右；EVOC 含量是1.03，同样超标2倍左右。睇嚟呢啲睇起身温和嘅香薰精油散发出嚟嘅，一样都系呢啲高毒性嘅化学物质，所以消费者啊，都系唔好净系俾外表吸引啊！呢啲包装精美嘅香薰精油散发出嚟嘅系带走香味嘅毒气，而至于净化空气，我哋睇下技术人员系点讲嘅。
如果是空气净化这方面，还是找专业的公司或者是专业的空气净化产品进行治理或者是处理，这样才是最好的。调查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无论是挥发性的香薰精油也好，定是需要用火去加热的香薰精油都好，它们都是含有一些对我们人体有害的物质，例如甲醛、苯和 TVOC 这样的。所以我在这里就建议大家，如果是想改善睡眠又或者减肥啊、美容这样的话，记得是从平时的生活习惯去入手，而不是单纯地依靠这些精油产品。另外，如果是想通过这些精油产品去杀菌啊，又或者掩盖味道的话，那就实在太不明智啦，因为它不单止不可以缓解那些有害物质的出现，还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二次伤害添。好了，今期节目就到这里，在节目的最后我要提醒大家，记得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答案问题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又实用的礼品一份。我是苏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你现正收看的是广东